手牌来个过牌就很好。Very good day、啊啊。你似乎带来了客人。你好啊。我好，我看到你我也不好。这个人是不是我前面跟他打过？是个超凡德。你说我卖二一四吗？赌个上限，赌他没有那个三杠一突袭，这样我就能减两个费用。激活干嘛？这朋友疯了吧？虽然我手里面没有鱼，但这里还是要把它打出去会比较好一点。就真的是你右手第一张抽到的鱼才厉害。现在我减了四费，吃手手是七费，减四费是三费，裸卖了。对面不是还解不掉吗？我真的挺想下这个剑圣的，但这个二一四就卖了。吃。还没解掉。拼一下，撕咬！我会爆一张牌，爆就爆吧，只要不爆吃。他不喜欢我了，你搞得我喜欢你一样。全没了，万中啊，可以。过牌还要爆啊！我挺想过的，过了还要爆。下回合过，然后把剑圣出了，这个可以抽五费那个。出巨型好吗？我想想啊。感觉这回合出巨型真的还行。但是我真的不敢再抽了。因为如果我再抽牌的话，我把吃手手什么过滤上来，我这样很高概率会爆变身的。我这抽三张鱼，万一变身爆了，那真的有点划不来。卡住安娜，没人能阻挡乌鸦之王。我欠你一个情。再来个随从。卡住十八八。他发现了，
哎呀，那继续鹦鹉吧。没事，只要吃了卡扎库山，不让他挖宝。这应该吃不到了吧？这里鹦鹉可以拿雪崩更赚，为什么我不开五？因为对面可能有第二张超凡，就是你开这个过载了，然后你开了这个打了一手雪崩，对面反打一手超凡，你空过一回合你也凉。那走好，走好。他这里会再打一张超凡的，然后我撞掉一个一杠一，踢完了以后再打一手雪崩，就差不多了。没有，哇！我打赢一个超凡得了。想一想，猎人应该是之后的，猎人萨满差不多吧，我觉得。排在第二梯队差不多，骑士可能勉强都会到第三了，机械骑也不是不行吧，牧师都应该排到第三梯队了，我感觉现在牧师都没有萨满和猎人强，倒数梯队的就是战士和瞎子呀，这真的是倒数呀，瞎子和战士应该是不分上下，难兄难弟，排名第九和第十，一般这种不带那个变装大师的估计是个水雷贼，所以他也不需要装，感觉有点像。现在没有机械法 T7 猎这种快攻，我果然是水雷贼，你看。那么这里我就要出个剑圣了，我觉得好像是卡一张法术是不是更好一点。还是随从吧，他四二二，我卡个法术差不多吧，四二二的话下一张法术用不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二杠二解不掉有点烦，这个也不亏。
那么他手里面应该有水雷的，这个卡不住啊，问题是，但是我也要卡，因为他如果这把刀卖了来劫我的话，他不能出怪。就是你二加一给我撞了，你就不能变身成为那个水雷了。虽然我没有卡住，但他不一定啊。这，那这就十六血没了。就你撞一个，直接下个水雷一撞，不就是？哦，哎，这个好像慢一点的，我也不是不能接受啊。但场工也有十了。最好让我找一张冻结吧。下回合同虚打八可以解掉一个。滴滴滴滴送的心动连线和甜蜜记忆，谢谢大家。雪崩。可以，再来个燕窝。不是你们打卢西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，兄弟们？这没什么的呀。左边，哇，吐了。鹦鹉。这个场面想靠烧去解一个八，那实在是太难了。可以，就拖呀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很想活下去。进化萨肯定是好玩的，也肯定是好看的。强度怎么样呢？就真的不好说。这个东西吧，你没得说的，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啊。但是它有没有就是强度呢？我认为是一定有的。它居然已经膨胀到不解我一杠一了。这个不得不说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膨胀的，我觉得这里还是要奶一口的。我们把这个冷风下了，我差不多解剩一个了好吗？下回合我还能再开一个五，这个奶六我还是要的，血量掉的是蛮快的。哇，他又来了。萨满现在的环境的过牌是不可能带40张的，这个是在开玩笑了。是不是要翻了？啊！我是不是要翻了？又是一个五杠八，他没有打过水雷，这就是场面。出五杠八我还可以的，我能接受，就是水雷直接给我打死了。切刀了他呀，出两个五杠八。可以，这里面是啥战壕啊？
我不记得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拿冷风对吧？可以，来打六。我变身过后只唯一下过那一个战吼，所以我跟你说这种盗贼，哇，我赢了这一把，所以还是水雷厉害啊，直接给你打死了好吗？贼吧。我最近直播可能是话太多了，老觉得饿，得吃点东西补充补充体力能量。我啊，我不行的，因为我太诚实，就是我说什么就是太诚实，你知道吗？就你们能 get 到这个东西吗？居然给我解了，我好不爽，但我也糊了。哎呦，这把刀打了我好多血呀、啊！减费有吗？杀不动，这回合杀不动。不，我不能说的，就是我们直播还是要，对吧？稍微的注意注意啊。我都不想给他烧了，我就想等雪崩，但不现实啊。不行啊，这回合掉太多血了。我真的都不想给他烧了，我内心在滴血，我给他烧了，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，这回合再吃一轮伤害，到血崩我都没了。他要给我砍了。可以，给我来一个洞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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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洞穴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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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手里再怎么地有一个巨型，有一个三加四，算了算了算了。不是，你换掉那一手就是去赌一下你有没有变身。兄弟们，你要这样想，像我这种运气，万一换不到呢？我给自己雪崩换了，我是不是傻？对不对？你觉得我这种运气能换到吗？啊，想明白了你还会换吗？不会啊。这里应该我出一个二就能解了，不过我想下这个巨血应该没有什么节奏了吧。主要是我腾不掉牌去开这个，我如果只能出两个鱼的话，我是解不掉的，我一定要出三个鱼才行。那就卖吧，我还有墙。这瞎子讲道理也不太好过墙的。巨型能卡住对面这回合下巨型，因为对面这回合也是巨型的回合，巨型卡巨型，萨满巨型天下第一。啊、哦！相信我的眼睛，
天下第一就这么去了。天下第一就这么去了，啊？这么打我叫杀了。只要我不死，只要十二宫活着，就叫杀了。天下第一不过如此吧。让他们尝尝血的。哇，他是指望这个给我解掉。你想多了吧，朋友，坚持住，一定要天下第一好吗？雪崩，雪崩天下第一。谢谢老郑给我送的天鹅之梦，谢谢雪崩，一定要坚持，兄弟，坚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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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你这个闪避让我有点慌啊，这局一定要长得这么心动吗？啊，雪崩天下第一，这闪避点满了，你敢信？哎呀，我紧张，这一局说不出话。